阿伯朋友，我是新加坡民主党的志顺专，我唔敢问你人好无，因为我在讲来禁地处真坎坷，不容易，又逼切，然后又无聊。我有时去公园跑步的时候，看到老人、人家去到行行，也是好啦，出去运动淡薄，哦，较有精神。但是爱小心，要戴口罩。大家合作，过几礼拜呢？希望这个病毒感染的较紧减少，让会较紧轻松淡薄。我今日有一条代志，希望甲你人解释。这个病毒哦，过了罕见，也是无简单呐。人安怎过日嘞？老人家安怎生活下去呢？我讲给人听。研究员有做调查，伊人讲那老人家哦，相减一个月收费嘛是爱1300到400块。才有够用，啊！你想看卖，你一个月有偌济利用咧？那是你有 CPF 公积金的钱，政府一个月还你200-300块，啊，哪有够？按照咱新加坡的老人家的退休人士做够安尼惨咧，啊，无够利用，啊，唔是讲咱老人家无利咧，是讲咱的利吼，伫 CPF 用来买 HDB 的厝，和政府白白死死。啊，若是你有存的 CPF 的钱 ，PAP 阁无爱还人，伊一个月加还你淡薄淡薄，到到你90岁，有诶到95岁，啊 PAP 安尼厉害，你的 CPF 钱康康苦苦赚的钱，啊，伊甲你夹，卖做一个还你，啊你无变，你着往里行。伊人调查，真侪家庭哦，囝互爸母哦，差不多一个月啊按500-600安尼款。但是这个病毒 COVID 过了，哦，情况将来会不一样，很多人会被裁员，啊是你工作吼，较大面哦，你的工资将会被减少。行情安尼歹，你的囝万啊有才调，阁乎你一个月500块对无？伊人家己有囝，你的孙爱顾，啊，伊人爱学堂爱读册啦、补习啦、爱搭车啦、食啦。隆重爱欠用镭，收费真正重。安尼款，要哪久再调，阁予你一个月500块咧？这个时阵，政府有爱有责任。啊，我人 SDP 讲，政府逐个月爱予咱退休人士一个月500块来当费用。啊，保障的工资哦，一个月啊有100,000啊，10万块。你想看啦？啊，一个会晓顾家己。啊！但是咧，伊对咱人民真啊减少。啊，新加坡有类人一大堆啊，伊人个厝吼是几百万块个。有一个百万富翁个太太，伊讲伊个厝吼伫圣淘沙那边，伊上减嘛是几百万块个。伊个袂要紧啊，这个是干那伊个第二、第三间个厝啊。伊讲伊是拜六礼拜才有去呢，伊一个月一拜来开8D。叫伊个有类个朋友哦，来伊个厝搭做老件。他的每一个房间都是根据4个不同的季节来布置，春夏秋冬。一冬季房间里面的冷气机都开到很冷，一起互伊感觉跟那冬天啊那款。伊讲伊个桌顶是定制的，会使坐最贵20个人，一起个桌顶呢吼，大过咱个灶卡、咱个厨房，有影无？啊！你看啦，新加坡的有类人啊，不够安尼款，阁有2-3间的厝徛，啊，阁会袂要紧，一间啊专门来开巴地的。啊，咱无类人无厝徛，啊，困伫外骹去。咱趁一个人，明讲有 HDB 的厝徛，但是无类用。啊，你看有公平无？我问你，啊，老人家无变，一个爱去做工，你骹手无力，骨头酸痛，啊，身体阁无好。也是无变啊，爱去做工，爱去桌顶扫涂骹、洗砖板，有诶做甲死去。啊，政府安尼款做，真啊唔对，真无良心啊！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所以我人 SDP 讲，政府从现在开始，必须知道如何照顾我们新加坡的退休人士。但是 PAP 有讲要予老人家利国一代。和建国一代的配套的钱，你爱知这个钱是较侪入你的 Medisave， 你免想看拿出来用。你即阵无够食，无够徛，政府钱卖还你，
一旦家你破病，爱入 hospital， 伊唔是较慢了。我人 SDP 讲，除了这个立国一代和建国一代的配套以外，政府应该每一个月都给每一个退休人士500块来当费用。这些事不只是跟老人家有关，对你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也是很重要。我们这个政策叫做 Retirement Income Scheme for the Elderly， or RSIE RISE。 如果你们父母65岁以上退休了，有这种财务上的支持，你们的经济压力才不会那么大，你们也可以感到比较安心，对不对？阿姆、阿伯、朋友、同胞，这摆打算还过来了。阿 PAP 讲伊爱较紧有双个，双个唔是我人 SDP 讲即阵爱的，是 PAP 弟弟讲伊即阵爱较紧算，阿是讲有投票啊，你人爱去支持 SDP， 好我人就国会甲政府讲，政府爱会晓顾老老人家，一个月好500块，好退休人士有在调过日，好无？我希望这个 COVID 的病毒哦，较紧过。那是让大家合作哦，这个病毒过了哦，让就会使去咖啡店啦，甲朋友去啉咖啡。啊，那是你伫无去巴肚哦，我想爱家里人过相聚，好不？到时见面，好不好？祝你们身体健康，生活快乐，谢谢。